Alright guys， 欢迎回来 Rock 的频道。今天这个影片呢，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收到的 Noscosum 这一个品牌的关于2020年秋冬 Drop 2的一些单品，我自己的穿着体验以及一些感受。20秋冬的Drop 1的那些，我之前在虎符工业的爆款那一期呢已经有出现过了，我就不在这里啰嗦了。简单带过一下，主要就是两条裤子、衬衣和西装外套。衬衣也就是这一件啊，挺拔度非常好的一件衬衣。但是呢，很多人收到之后，有点诧异，面料为什么是这种质感？它有点像一个纸皮的一样感觉。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比较有他们实验性的一个产品。怎么说呢？它确实达到了他们想要的挺拔程度，非常的硬挺。当然也会牺牲一定的穿着舒适度，目的是达到了，但是这个收到的朋友喜欢不喜欢，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一件事情。西装外套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它上身版型效果非常好，有这种传统西装上身感的同时呢，多了一些战斗格的元素啊，这种斜的枪套口袋加上这个 Fitlow 的磁扣呢，让这件衣服上身就变得非常轻松，然后它整个的穿着的舒适度跟这个手臂活动的自由度也是非常好。当然我自己平时呢在生活中是没有太多需要穿正装的这个生活场景啊，所以关于这个领域呢我就不过多的去讲解了，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Drop 2的一些单品，自己这段时间的穿着感受。再次说明一下，本期影片呢没有任何商业的合作啊，都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的一个分享。那么首先就按照我个人平时穿着频率吧，穿着使用次数最多的这样一个顺序来介绍。首先就是这一件 X 交叉剪裁设计的连帽卫衣，这衣服不知道你们会给它多少分呢？1到10分的话，我穿着体验下来呢，这衣服我可能会给到它8.5甚至9分，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件啊，是我日常穿着它次数最多的，就是这一整季的衣服。首先介绍一下它本身的一个起源吧。这件衣服灵感来源是一款可以说是军装夹克吧，叫做 PCU-L5。那这个型号的夹克呢，其实蛮多品牌都有做过的，像 TMC 啊，还有 Patagonia 都有做过。但他们做的 PCU-L5 夹克呢，不是真正的交叉 X 车线，找些参考图片给你们看，你看得到它的背后是这样的。就是两个双曲线 ，Nosca 的这一件呢是真正做的一个交叉的设计，当然这个没有好与坏了，只是各家做法不一样。交叉设计的同时呢，就摒弃了传统的这种肩线的这些肩位的剪裁和版型，然后整个袖笼的形状就非常的宽松，非常舒服，穿上身不管什么身材的人都非常容易去把它撑得非常好看。在 PCU-L5 这件夹克的基础上呢，去掉了很多有战斗格或者说军事化的一些元素，比方说臂章啊，整件衣服变得特别的素，基本上看不出来它有任何的设计元素。当然正面的这两个大的口袋还是保留了，并且口袋里面还非常细心的做多了一个小的暗格，可以用来放一些像是钥匙啊，或者是小一点尺寸的电话之类的。然后呢，这件衣服是双拉链的，上下都可以看，我是很喜欢这样的设计，尤其是这件衣服的内里呢，全部都是这一种网格纹型的绒面。这种格纹的绒面比起这种传统的织绒，我更喜欢它的一点好处就是它比较容易让空气流通，因为里面有这种横竖的轨道，冷热交换可以做得更加均，保暖性会更加的舒服呢，并且稍微会轻薄一点，不会像那些整片的织绒那么的厚。它这件衣服不是特别的轻，因为它本身的面料呢还做了一个防水坡的处理，并且它也是防风的，所以这件衣服虽然它很低调，可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而且它的袖口还有这种指套设计，然后它是一个纯棉的螺纹，质感非常好，亲肤。为了做到这一点呢，它是整个袖身的长度加长了，但是它并不会觉得加长了变得很奇怪，因为它上面没有剪线的设计嘛，我刚刚说到背后是一个 X 型的交叉缝线。这件衣服不管你是套指套或者不套指套，都不会觉得这个袖子有奇怪或者不舒服的地方，不会说因为套了变得非常紧，然后不套这里会堆很多，完全不会，都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件衣服呢，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喜欢户外或者是军事感的一些朋友呢，就是非常非常日常，非常低调，它也没有什么穿搭示范好分享，它真的太低调了，就是一个很日常的衣服。我在家就是洗完澡拿来穿，然后出门也穿，基本上只要我没有在为了穿搭而穿搭的话，我都会再穿这件衣服，真的太好穿了，就是我日常最近这段时间穿的频率最高的一件单品，没有之一。那么它除了说单穿之外呢，它也可以做一个内搭，甚至外搭也行。所以它的一个宽容度是非常高的，我是非常非常推荐这件单品的。如果各位有这样的需求，想要入一件这种拉链连帽的卫衣的话，今年买这一件就够了，同类型的单品买这一件就不用看其他的了。还有像这种领口位置的设计呢，之前那些 PCU-L5 的夹克会做两层，就是一层立领，然后帽子是另外连到前面的，而且他们这一个是融合成一体式的了。但是一体式呢，就是拉链拉上之后呢，
它的帽子里面自然就会有一个堆叠的形状，是作为一个领口的感觉，就是围了一圈，然后帽子还是自然而然搭在后面，反正整个船身的感觉就是真的很舒服，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那么这件衣服也一样，它会有很多整个品牌惯有的一些设计元素，像背后的这一个背带，热的时候可以脱下来背在身上，当然不用的时候你也可以把整个取下来。 OK， 那么这是这一件。第二件呢，就是这一件。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件衣服有点奇怪，我一开始拿到手也是这样觉得，谁会把一个棉服变成短袖来穿呢？日常使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它还是有它的一个设计的道理了。首先，这件衣服在做到跟我之前分享过的那些摇粒绒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棉服之类的这种内胆型的单品呢，它的保暖性是做到非常的一致的，不会说因为它的材料或者说是通融度有差，所以变得没有那么保暖。不会，它这件的保暖度是不会输给同类型的竞品。那并且它做保暖的同时呢，因为面料的关系，它是可以做到挡风并且抗水的啊，我觉得这个就很好。这样在轻量化的同时呢，保暖性是跟竞品看齐的状态下，它还能做到防风防水波。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体感温度会更加的暖一点。当然只是一个个人的感觉了，每个人的体感温度都不太一样。那么它可拆袖套的设计呢，其实使得这件衣服的灵活性会增加很多。如果冬天叠穿的件数太多，可能手臂会变得很臃肿，但是只要身上暖的话，四肢也不会太冷，对不对？这是大家惯有的一个经验了。那所以呢，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袖子拆下来，把它当做一个短袖甚至是贴身小棉袄的感觉去穿它，它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并且我还有一个原因是不太爱用这个袖套，是因为虽然它也是这种手指可以穿出来的这个设计油纸套，然后它的材质呢跟我刚刚介绍那一件连帽卫衣是一样的，就是这种方格的植绒面料，但我不清楚为什么它前面这个薄边有点磨我的手腕，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皮肤干燥原因还是怎么样，反正我穿的时候不是特别舒服，我会把它卷起来一点点，就这样子往回卷一点，这样穿会舒服很多，然后或者说就直接把它取下来，但取下来的话手臂有时候会有点凉，所以还是会套回去，这个看大家自己使用场景。这件衣服保暖性是真的不错了，颜色的话就见仁见智，单穿它可能会确实会有点怪啊，但上身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你要搭配他们自己家其他的一些单品来去配合使用。但这个搭配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每个人自己的风格或者说穿着喜好都不一样，我只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和我自己的一个这段时间的体会来去给你们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和总结。那这件衣服大概就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它居家穿是更舒服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再过来一个呢，就不是里面穿的了，是一件侦察兵练功袍啊。侦察兵这个系列呢，也是诺斯卡他们自己出了很多季的一个产品的，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那这一件练功袍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它非常适合搭配在刚刚那件紫色的内胆外面穿，然后整体的上身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就完全把里面那件衣服衬得非常高级。得益于它本身是一件软壳啊，所以它整体的质感非常的厚重，并且当然重量也不会太轻。然后这件软壳它除了表面做了防水波之外呢，内层还真的是中间夹了一个防水膜，里子它是一个植绒的面料，非常舒服。那么这真正是做到了在设计性、美观性跟实用性都有做到非常好的一个平衡，是我觉得非常厉害的一件作品。这件衣服我觉得它搭配门槛可能会有一点点高啊，里面穿的衣服不好看，可能会衬得它也比较平平无奇。作为最外面穿的衣服呢，它本身自己的制作工艺跟设计感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到位啊。尤其它这个领口下来的这一个位置，一直到胸口这一整片式的前襟呢，我上身的时候做的非常服帖。我不清楚不同身材的人穿上都是不是会像我一样的效果，至少我本人穿呢，我觉得它非常的服帖，它做的特别好。后颈到侧面一直到胸口呢，使得这件衣服非常的笔挺，穿上身整个人会显得气质非常的精神，不是贬义的精神，不是精神小伙那个精神，就是真的很精神很 sharp， 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好。那当然这件衣服也有背后的这一个背带系统了，不过我应该不会把它来脱下来背的，因为它太重了。然后它有传统的 Nosca 侦察兵系列的这一个三拉链的这种设计，两边的拉链拉开之后呢，也是外面这层植绒，然后里面有几个非常经典的口袋设计，上面是一个斜插口的柱条型口袋，中间有一个一体定制的 Molly 织带，下面是一个可以揣手的口袋，每个口袋里面还是都有植绒的，就冬天揣手也非常舒服。那并且前面这个拉链打开也是有植绒，然后拉链外面依然还有一个有拉链封闭口的一个口袋，所以整件衣服可以说前襟是有两层的这一个植绒面料去做一个挡风，冬天穿是非常 OK 的。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没有在这个毛里丝带上绑任何的副包或者其他附件，因为这种简洁的状态是我觉得最适合它最好看的，并且我穿上来也是最舒服的状态，所以我就没有去加副包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选择啦，很多人加了副包一样很帅啊。那么袖口呢依然是有这个魔术贴可以收紧，整体就是一件我觉得完成度非常高的一件单品啊。
我也蛮推荐的，但是大家入手之前，我觉得还是你要先想想自己能不能驾驭的好。那么这两件衣服呢，把它们两个组合在一起，我会给他们两个八分的。如果是单独打分的话，在我这里应该是七分左右，因为单独穿的话不是很容易驾驭得出它们的优点，但它们两个组合在一起呢是非常好的效果，不知道你们会打多少分。那么这一身侦察兵练功袍的搭配呢，夏装的裤子是这一条，裤子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到时候会打在屏幕上。这裤子也是我这 Drop 2里面比较喜欢的一条，当然我也只收到这一条。Drop 2另外还有一条好像是有植绒的侦察兵的裤子，我是没有拿到了，因为现在好像还穿不上植绒，至少在广东来讲不需要穿那么厚。这条裤子还蛮舒服的，它比之前 Drop 1的那几条裤子的腰围或者说整个裤子的版型都来得宽松了很多，但整体呢依然可以做得到那种上宽下窄的效果，并且非常适合搭配一些比较夸张的鞋款。像我在这个搭配里面用到就是 11 by VS Salomon 的那一双 Bamba 3。 那这个鞋款呢配这条裤子很合适的是，因为裤子的本身版型放大了之后呢，我把拉链拉紧，它依然可以做得到包住整个鞋的一个内靴，而不会说堆积在上面使得你这个小腿的褶皱变得特别的多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这种裤子裤脚拉链拉上，它的外形整个才是对的一个状态啊。那并且它的口袋也非常非常的灵活，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口袋是有魔术贴，这口袋很深，一直深到膝盖上方，就放个折叠伞或者是水瓶都没有问题。那扣件也是来自 NIFCO 的这个快条扣啊，非常灵活好用。但这条裤子大家要注意，我的这个码数呢其实全部都是一样，我都是穿他们家的 S 码。那这条裤子明显的腰围是放大了很多的，我把整个抽绳拉紧了，我还依然要去往后面拽一拽，再腾点位置出来拽紧它，才能做到正常的合身的效果，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当然也是算一个大码朋友的福利了。先把内搭讲了，内搭这次他们就我只拿到一件，好像也只有一件吧，就是这一个高领的打底，就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个，我就不能脱下给你们看了。它是一个环保再生的纤维，融合了这个植绒的效果，所以这整件衣服呢，它是一个高领贴身打底的衣服，同时呢，它是有植绒的，所以它是特别舒服保暖啊，并且很亲肤，然后透气性也不错，但在广东穿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热，我现在这个状态是刚刚好的。然后它下摆呢有开叉，所以说你是在叠穿的时候可以把下摆露出来，其实蛮好看的。当然这样子裤装就不能选太肥的，不然它会把这个开叉的下摆撑的变形，要做到垂坠的效果的裤子不能穿太胖太宽的那种，这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并且这件衣服呢它也是有这个指套设计，我是觉得非常好，尤其是打底的衣服有指套设计呢，像我现在穿两件这种套头衣的情况下呢，我里面的衣服要伸到外面这件袖子里面是最好能箍住手，这样子袖子就不会缩到里面去，就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功能，我是很喜欢这个设计的。那么这件打底衣我是建议，如果你住在寒冷地区的话，你可以买个两件甚至三件来做一个换洗，是很喜欢这种衣服的，但是在广东好像穿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有一件也就够了。那么这是这件内搭，我所有搭配的基底呢都是基于这一件内搭，在外面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单品的穿搭，我是觉得这是非常基础的单品。那并且很好的是它的领子做的足够的高，以至于它可以往上拉住遮住你的半张脸，这样子有那种非常中二的拍照的那种效果，如果你想遮脸拍照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单品啊。我相信这一个单单这一个卖点应该会吸引到很多人的。 OK， 那么来到最后一件，也是大家应该是看得最多最喜欢的一件，就是这一件冲锋衣，这一件拼色的冲锋衣啊，我一开始看到也是非常喜欢的，当然这件衣服也蛮多争议的，有人说它像 JEA JEB， 这个正常我们等会再来讲这个，首先还是看好这件衣服本身，它是一件冲锋衣，它是一件硬壳，所以它呢会有表面的防水涂层，它会有中间的防水膜，加上里面的这一个亲肤网格的一个面料，也是多层复合的功能性面料了。那么整体还是非常有诺斯卡他们家代表性的这一个双拉链的设计，那并且拉链里面打开呢跟刚刚那一件侦察兵练功袍一样，它的格局差不多，并且跟他们之前的一些作品其实格局也是一样的，上面都是一个斜的小插袋，然后中间有两层，一个浅一个深这样子，然后整个拉链如果你想放一些长的物品的话，你也可以这样放置在外面，是非常实用并且好看的设计。不管之前的侦察兵系列还是三拉链，都是受到了非常多用家的喜欢的，并且他们把它这个设计点也继续延续下来了，这是非常好的，我个人是很喜欢。那所有的拉链当然也都是 YKK 了，要有这种常见到的一些功能性设计，袖口的这种魔术贴啊，帽子的后面以及下摆都是用了这个 NIFCO 的这种弹力尼龙的收紧扣啊，这个专利在 Patagonia 手里过期之后呢，现在已经被更多品牌可以拿来用了，我觉得也是件蛮好的事情。那背后依然有这一个可以背的这条绑带，不知道这件衣服你们会打多少分啊？我是蛮喜欢这件衣服的，我可能会给到它八分吧，真的也是算我比较经常穿的一件单品了。那么说这件衣服会有点争议啊，我也是听说的哈，听说很多人说觉得它是抄了 Acronym 的那个 JE 系列的夹克。
是有一点点这样的设计点在吧，就是这个平色的袖子。那除了这里你还看到什么是像的呢？还有吗？有的话你们弹幕或者评论可以告诉我。我个人觉得就没有了，我不觉得它有多么的像 J1。 你看我 J1 现在的那几张发出来的那几个配色啊， Acronym 啊，很多人呢是在接触到它之后才开始说，哦，原来衣服还可以这样做。这种功能性服装呢，也可以说是在整个西方服装体系下有总结性的一个类别吧，可以这样说。它运用到非常先锋的一些剪裁和设计来达到功能性的这个目的。那所以呢，对于学服装科班出身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和实验对象，并且也会想要去效仿，说我能不能做出类似这样的感觉的一些产品、一些作品吧，来看看自己的实力到底有多强，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那么正好 Nautica 的主理人呢，他本身是学服装设计出身的，那所以他做这一类型的服装呢是拿捏得非常到位，同时他自己脑子里呢其实有非常多的想法的啊。我有单独跟他聊过几次天，其实我想邀请他来做一个电话的访谈，但是他有点害羞就算了。那我简单的概括一下我们之前有几次聊天的一些内容。其实呢，他自己平时也会买很多稀奇古怪的一些独立设计师的作品来研究，因为他毕竟是学这一块的嘛。当然你要实际的拿到手才能感受到这件作品的一些设计点，而不能只是看图片。这件衣服他也跟我明说了，对这个点灵感源泉就是来自 Acronym。 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啊， Acronym 啊， Arison 他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做出这样的东西来了。十几年前我们还在干嘛？可能你书都还没读完啊，对不对？所以当你真正想有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早就有人已经给你做出来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时间上的差异，是你没有办法去弥补的。不管你再怎么努力都好，人家就是比你老，就是比你玩得早。但这不妨碍你真心喜欢这一个类别的一些应用场景，或者说是设计的一些元素啊，依然可以把它拿来用。其实我觉得要往好的方面去看， Acronym 它是开创了这一系列的这一个类型服饰的一个鼻祖嘛，那所以很多的一些规格或者说标准已经被它定好了。我们在后面继续去做这个类型的服装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我们可以直接套用现有的一些标准和系统，你不需要去费很大的心思去做一些辅料啊、配件啊这种，比方说五金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门类的一些辅料，那所以说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说到 Acronym 呢，其实我手里也有一件，就是新出的这件 J68PL。 那其实他们两件放在一起呢，包括我实际上穿着搭配的时候，我是真的有做到把 J68 当做一个内胆，然后把这一件平色冲锋衣当做一个硬壳穿在外面。我也给我一些也不能说专业人士吧，就是玩潮流的玩家朋友们看了这些照片，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牌子所出来的单品啊，甚至说如果我不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其实是察觉不到的。所以说其实我个人来讲呢，是非常钦佩 Nautica 的主理人，他有自己本身是有这样的设计能力和一个执行能力的。不管你再有想法都好，你要把它最终落地执行的话呢，其实需要一定的本领的，不是说人人有想法都能做得出来的。这件衣服的造工也不是那么简单，它的工艺确实不是普通的做工就能做出来非常好的。那并且 Acronym 这一件呢，其实大家也可以从它标码上看到它是中国制造。那我没有直接证据哈，有间接的证据，但我就不下定论了。这件衣服大概率可能会是在广东生产的。那么其实中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产环境，我们有非常完整的供应链，其实生产技术包括一些设备呢都是非常尖端的，但是大部分都还是在代工的一个状态。我们自己想要去达到这种标准的生产呢，需要花费的力气还是很多，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做不到，所以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国内的品牌能有越来越多像 Nautica 这种水准的品牌诞生的话呢，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消费者，并且整个我们可以说是国内的这个整体氛围呢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所以其实这一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诟病太多谁抄谁什么的。如果真的要讲到抄的话呢，我这里有几张图片，我不是要来故意引导啊，我觉得你们看过之后应该心里都会有个标准来判断了。不知道19年什么都没有留意到 Nautica 他们有一款侦察兵的长裤啊，大家知道 Softnet 吧，日本的那个品牌啊，就是他们的今年现在还正在售卖的一款裤子呢，也是有两个颜色，黑色和军绿色，跟 Nautica 19年秋冬的那一款侦察兵军绿色和黑色基本上是如出一辙吧。我是觉得这一个不单单只是借鉴或者说灵感源泉当然这个定论呢我就不在这里下了，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啊，谁也算不上。你们自己有什么感觉，你们可以发弹幕或者是评论，看一看你们觉得这算不算是比较明显的抄作业啊？其实抄与被抄这一个永远是设计界的这无止境谈论的一个话题。
那关于 Acronym 的 Gen968 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讲太多了。熟悉或者喜欢技能风格的朋友们呢，对 Acronym 一定不陌生。其实也有太多 UP 主介绍过了。最早想要买 Acronym 的时候呢，那时候可能太早了，国内也没有什么实体店可以试啊。我买的都是一些配件，比如像这种围脖之类的，或者说是 Ericsson 还在 Nike 的时候的那些 ACG 的产品 ，ACG 的一些三合一，买的比较早。但是 Acronym 自己本身的衣服，我最早是没有办法去实地试穿啊。后来我在我朋友那里，他有一条 Acronym 的裤子，我想着去试一下吧。他那条 S 码，结果我拿到手我就惊了，水桶那么大，巨人裤一样。然后我当时就想，完蛋，这个牌子可能我这辈子都没办法穿了，所以就有好几年也没有再去动过要买它的念头。直到968出来，我看看，好像还真的可以了，并且实际看了一下码数，再问了一下之前买过的朋友们，好像有点能穿上的机会，所以我就入手了。这件衣服还真的蛮保暖的。它很轻，同时它真的在功能性和外观时装性上都做得特别的好。我这几天也是经常穿它，在 NOSCA 的这些单品里面一起的混搭，我觉得真是毫无违和感，它也是非常舒服的。并且它单穿呢也是非常好看的，有得益于它这种机车夹克的版型呢，它的身是比较短的，所以非常的显腿长啊。但是我的码数可能拿得太过于刚好了，我在里面不能穿太多衣服，顶多是穿一件像这种高领打底，就不能再穿多了。不然的话，整个衣服会撑，比较难看，就显得很臃肿啊。那么这件衣服可以看到，它还有使用到这个 Prime Loft 的棉 ，Prime Loft 就是 PL 棉啊，它的保暖性是非常好，相当于是一件羽绒服了，并且呢，它比羽绒更好的是它比较防潮，羽绒湿了就不保暖，那它可以在受潮湿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保暖性，没那么容易受潮了，因为它还是一个 Gore-Tex Infinium 的面料 ，Gore-Tex Infinium 呢是两层的面料 ，two layer 的。那并且它也是一个 Windstopper， 之前的 Windstopper 呢好像现在不这么叫了，现在就一起叫做 Gore-Tex Infinium Windstopper。 那具体这个介绍呢，大家可以看 Gore-Tex 官网了，有很详细的一个讲解，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那么简单来讲， Infinium 它是个白标，跟黑标的 Gore-Tex 呢区别在于它不是那么硬核的一个使用场景，它比较适合于都市轻量化的这个保护性，更加的适合日常生活，没有那么的山野户外或者说是重装机能的感觉。我是比较喜欢它这样的状态的，并且我日常呢也不会把它当做一个机能服饰来穿搭，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日常非常普通的夹克啊。我也很想在画面上或者说整个影片里面给你们表达一种穿这件衣服依然可以很 chill 很日常的这种状态。它就非常好的融合到我的生活之中了。那么有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病啊？为什么要拿一件七八千的衣服跟一件七八百块的衣服来对比？他们价格差这么多？其实，还真的有人就会这样去比啊。我也是突发奇想才这样去做。我当然不建议大家平时这样来做比较，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确的事情。花七八百块钱买到一件衣服，为什么要拿去跟七八千的一件衣服去，甚至是过万的衣服去比较？虽然他们的类型是一样，风格是一样，甚至看起来外观都差不多，但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他们的价位不一样，就导致他们的定位不一样。所以其实这样的比较是徒劳并没有意义的。我把它们放在一起讲解呢，更多的是我认可 NOSCA 他们的设计跟 Acronym 呢是并驾齐驱的，他们真的可以做到在风格上的高度统一，完全穿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是最大的我一个想要给你们介绍的一个点，倒不是说 NOSCA 他们没有能力去做像 Acronym 这么高的水准，他们也做得到，但是可能是主演自己的想法吧，他还是想走个比较亲民或者说是更加具有实验性的一个路线，所以他现在用的材料呢并不是最尖端的那些材料，并且他也跟我透露过一些他想要做的东西呢，至少目前你们看到的能买到的已经是他们自己拿出来最保守的作品了。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先锋和尖端的想法，这还没有付诸于现实并且去执行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继续期待着都是他们未来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吧。上身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了，是会有点太过于合身，我日常穿最多的状态就是这样子扣中间这个扣子了，因为完全拉上的话它会撑得太过于满。并且我最想表达就是他们两个这样子搭配啊，完全是毫无违和感。其实从侧面是印证了 NOSCA 他们自己的设计功底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这也是我想表达的一个点，就是说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品牌来自哪里，然后就先戴着有色眼镜或者说是刻板印象来去看待它。你们首先还是要蒙住眼睛，先别看品牌，就着这一件单品本身它的自己完成度啊，它的设计感啊，它的一些做工啊之类的来去看。其实它在整个我们现有的服装体系下呢，是完成度非常高的一件作品，非常成熟的一件作品。它做工啊什么的，它的裁片啊都是非常非常上乘的，完全不属于任何国际的品牌。所以这是我最想在这里表达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个价格买到这个价格的设计感，那你不是赚到了，还说那么多话干嘛，对不对？看回 ACG 的这件三合一的外套跟这件打底，真的好看。
穿的，但是我日常还是比较少穿，因为它毕竟是长款的，站着坐着都不是很方便，但是好看是真的好看。那就大概就是我想表达的一些观点吧，希望能够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啊。没有谁对谁错这种东西，最重要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当然跟你的购买能力有关系啊。Econim 这种购买推荐的我就不在这里做了，有能力的早就去买了。就是当你真的能买得到这件衣服的情况下呢，你会发现这是一笔非常值得的投资，是不会出错的一笔支出。那这大概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呢，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那我是 Rock， 我们下次再见吧。